Dell 咧就喺 CES 咧就推出一部咧叫 Concept UFO 嘅手提遊戲機啊。咁其實呢部手提遊戲機咧，其實就係一部呢個 PC 嘅 config 嚟嘅。咁啊，用咗呢個 Intel 第十代 Core i 嘅處理器啦。其實你見到成部機咧都真係幾似 Switch 嘅，因為咧兩邊都會有呢個手把啦。咁中間嗰個大 mon 啦，咁其實咧背脊咧仲會背脊咧，其實就加咗一個自己嘅 kickstand， 咁咧可令佢咧自己就可以咁樣放好喺部個台面度咧打就得。咁其實成部機咧都唔係好重嘅，咁啊非常之輕巧嘅，咁啊亦都可以將部機兩邊個手掣咧拆出嚟，咁啊變成一個遊戲機，好似 Switch 咁樣啊，將個手掣合翻埋，變成一個大手掣啦。咁啊，將個 mon 咧就擺翻喺台面度玩嘅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 Concept UFO 咧另一個 use case 啊。咁啊，佢有個專用底座嘅，咁底座後面都係有啲 HDMI 啊、Thunderbolt 咁樣。咁其實拆咗出嚟咧，咁啊有個底座，將個 mon 中間個 mon 咧拆翻落去啦。咁咧再連翻個手把，咁就可以成個家用遊戲機咁嘅模式咧，輸出去大屏去打機噶啦。咁其實嗰個概念啊，設計概念咧，都同呢、這個Switch 非常之相似嘅。